接着来看看这个周末南加州有哪些社区讯息。蒙特利公园市环境委员会举办一年一度的地球日，时间在2013年4月20号星期六，从上午9点到下午1点，在蒙市市政厅前的草坪上。捐赠卡车也会在现场收集二手衣物和家具。因为上午7点还有骑自行车的活动，民众可以预先报名，前50名报名者还有免费获赠纪念地球日的 T 恤。